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，我是郝广才。最近拜登总统一张照片疯传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戴上支持川普的帽子。支持川普的人一看到，立刻说：“你看，贺锦丽实在太糟了，连拜登都支持川普。”反对川普的人一看到，立刻说：“假新闻，一定是 AI 合成的假照片，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，迅速被双方的口水淹没。”真的是，当真相还在穿鞋子，谣言已经跑遍半个地球。这张照片到底是真是假？真相是，今年9月11日，拜登参加911的纪念活动，来到一个消防队，房间里坐满民众，主要是小朋友。中间坐着一位大叔，看起来年轻时是高大肌肉男，现在挺个肚子，老了发福，应该是退休的消防员。大叔头上戴着支持川普的帽子，如果你是拜登会怎样？普通人大概假装没看见，跟大家招呼两句走人。拜登走到大叔身边，你猜他跟大叔说什么？Oh, sure, I'll总统顺应民意，他顺势把帽子戴在他原来的帽子上，全场欢呼，拜登露出笑容，有人拍下照片，就是网上疯传的那张。拜登还说：“我跟你们说，千万不要吃猫吃狗。”临走不忘酸川普一句。两个大人虽然立场相反，但很有风度，互相尊重，又不失立场幽默抬杠。拜登巧妙地把支持川普的帽子换掉，大叔真诚善待，他们俩给在场的小孩立下最美的榜样。幸好有人全程用手机录影，否则只有照片，真相一定不见。人的麻烦是双重的，他无法学习太复杂的真理，而又忘了太简单的真理。什么呢？真、善、美。有两种人可以被愚弄，一是相信不真实的事，另一个是拒绝相信事实。发现真相只是成功的一半，关键是你用它做什么。